众所周知，我国古代建筑非常注重风水，无论是盖房子置地，还是皇帝修建陵墓，都必须选一块风水宝地。当然除此之外，房屋建设还有很多讲究，比如门槛就是房屋建筑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。那么门槛有啥作用呢？在古代老百姓眼中，门槛有两个作用，一是显示自己家族的地位。我们常常听别人讽刺人的时候说，你们家的门槛真高啊，就是此理。二是将晦气挡在外边，防止灾祸的发生。因此我国老百姓，尤其是北方百姓，对门槛是非常重视的。但是今天我们去故宫游览，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，那就是故宫的宫门都没有门槛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故宫的宫门并不是没有门槛，而是被人给锯掉了。那么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将故宫的门槛锯掉呢？下面请听小编一一道来。溥仪三岁登基，当时人事不知，等到溥仪成人之后，大清王朝已经灭亡了。满清的遗老大臣天天在溥仪耳朵边上念叨着复辟，久而久之溥仪也变得充满仇恨，也可以说是充满理想，立志要复辟大清。但是坚持了几天就坚持不住了，在杨师傅庄士敦的影响下，溥仪开始迷上了自行车。为了骑自行车，溥仪每天都带着一群小太监在宫外广场上练自行车。后来嫌宫门的门槛太碍事，于是就派人将门槛锯掉了。当时此事在紫禁城还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，遗老大臣们纷纷阻拦，但是最终还是没能阻挡住溥仪这个疯狂的决定，于是现在的故宫就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样子。